喝水了。有点凉凉的，还有味道吗？平常给我擦的阿公阿嬷，对不起。擦鼻血管到底有多不舒服？鼻血管我们从名词解释哦，有没有？就是从鼻腔开根管子，沿途经过我们的食道，再到我们的胃里面。哦，光想象就有点可怕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鼻血管这么粗哦，有时候往往放的时候不是短暂的哦，有时候放这样放一个月、半年，甚至终身都要放。真的擦？等一下，也换他们两个位置。挤多一点啊！我鼻毛跑出来吗？没有。来，吞口水。你动作完全。来，好，等你。文文渐渐已经发求救手势了。啊，一半了，加油，来，吞进去了。我们会用听诊器来听那管子有没有打到胃里面，好，然后如果有的话，我们打空气进去会听到啵一声，这样就可以确定我们有放对。好，有听到。哦，真的会这样拔掉，受不了。来，喝水了。有点凉的，还有味道吗？好了，来，送完。记一下，这你的。好，有请二号选手。来喽，放轻松，好，放轻松，吞，进去了，吞了，哇，吞，嘿，吞，再来，放轻松，嘿，吞，吞，快了，很好，我们的选手很厉害，吞，放轻松，吞，好，嘴巴张开啊。OK, 好，很好，很配合。我们家文文真的好厉害。还好吗？好不舒服。你讲的粗话来吗？那个，有异物感。要进不进，要出不出的。哇，够了。哭哭，文文靠国马赛。有。我以后要塞鼻啊，鼻会管。真的放自己人跟放别人感觉很不一样。我刚刚真的全程手在抖。三号选手死大洞。好，来贝贝，我们放轻松。我们今天就是来放鼻会管。自己人不忍心，你不要看我现在嬉皮笑脸，我现在内心很纠结，好不好？哪一次我换一支鼻孔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就同一个鼻孔喽，哈。好。来，放轻松，还没有进去呢，嘿。还没进去呢、哦，来吞一下，很棒，已经进去了 哦，很棒哦，很棒，好，放轻松，很棒哦，好，有跑嘴巴吗？没有，好，哦，好了，放轻松，嘴巴呼吸，小薇，我快吐了，好，来袋子看，好，放轻松。OK， 就这样，真的很不舒服。你觉得你现在的感觉、啊？跟你说，不要跟放鼻血管的人聊天。他每讲一句话都超想吐的，会有个东西卡在这边喉咙，然后就要上不上，要下不下。对，不要插鼻血管，真的，我又绝对不插。平常给我插的阿公阿嬷。对不起。